那这一套自喷罐呢，使用的方法呢，这个是这一瓶是洗涤金属表面的，金属表面脱脂剂，这样子去洗涤出油的。然后这一套呢是 A 组分，这是 A 组分和 B 组分，然后呢把它打开，这个中间呢是个连接器，把它连到一起。这里是一根管，吸管，这是 B 组分，把它拧开，这也是拧开，里面这里有个盖揭开，然后把这个管连接管把它插进去，再盖上，从这个小孔里面伸出来这根管，然后接到这个下面。再拧上去，拧紧就 OK 了。使用的时候就是这样喷，就 OK 了。